六七版装完了。主机这边基本上装完了，我们下一步就要装台盆了。来看一下这个台盆啊。我们首先安装龙头。好，这个龙头水龙头这边就装好了，看一下是这样的。下一步就装下水器了。来看一下下水器，我们这装下水器，它有四个吊圈，一个铜圈，咱们安装的时候呢。这两个薄一点的碗状的胶圈，我们首先装到上面来。这个是碗口向上，两个都是碗口向上，然后我们先给它套上去，碗口向上套上去。然后最紧要的一步啊，大家不要漏掉了，在这个下水口的底下。大概15到20公分的样子，缠上那个增压带啊，缠上大概23、23、33就可以，把它一定要缠上，不然的话装上去的时候有可能会漏水。这个地方一定要缠一次，增压带不要忘掉了。我这个都是提前缠好的，然后把这个下水器放到我的底里面，放过来。下一步就是。这个厚的这个橡胶垫呢，这个也是碗口向上，它也是个碗状的，碗口向上放到里面去，接上。再是这个薄的这个硬的这个垫，放到底下。最后用这个铜锣鼓给它锁住。同样用扳手来紧一下，好，上去了。台盆。就是这些，然后我们要把台盆放到主机上面去。我现在这个台盆已经放到主机上面去了，现在我们接那个台盆的那个水管。我把这个镜头推近一点看一下。下面我们开始接这个台盆的这个水管，这是热水管，那个水管。
看，把它接到这个三种角阀上。把手稍微紧一下，然后接这个下水器的下水口，来看一下，这地方也有个，橡胶垫胶圈，看一下，它这一边是平的，另外一边这个地方有凸起的，凸起向下，放到这里面，把这个凸起这个面朝底下放进来。接上去，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水管都接完了，下一步就是把热水器里面放满水啊，然后捡漏了。放水的时候把这个热水阀都打开，然后把台盆上面的热水这边打到热水那边，然后把水龙头打开，像这种，热水这边已经在开始出水了，正常出水的话，就说明我们这个水箱已经装满水了，啊，我们现在可以进行通电试验了。这个相位我们刚才已经检测过的都是正确的，把这个插头插上。插头亮灯了，咱们然后就可以进行开机。关机，然后我们可以设置，按设置键，第一个是这个设定温度在闪，啊，我们按加键是上调设定温度，按减键是下调设定温度，然后这是时间啊，15:38，这是当前时间，也是用加减键来调的，然后
下一个是定时开关机时间，就是定时开机时间，比如说我现在设的是20点，就是晚上8点开机。下一个是定时关机时间，它就是0点关机。这是设置的，设置就这些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它还有一个，它有，大家看得到啊，这个长按3秒加热这地方，这开关键长按3秒，3秒钟不放，然后它就切换到节能模式。节能模式的话，它就是有这个定时开机啊，还有这边等一下定时关机，然后中间的北京时间，三个时间轮流循环着显示的，就是节能模式。然后我们可以长按开关键3秒钟，切换到标准模式。标准模式的情况下，它只这底下只显示一个北京时间，没有定时开机、定时关机这两个它是不显示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把这个参数设定好了以后，防止误操作啊，或者是小朋友给他乱碰的话，我们可以有个同锁功能。同锁功能就是同时按住加减键3秒钟啊，有同锁功能，这地方有同锁两个字出来了，就锁了。锁了以后，你按什么都没反应了，按什么键都没反应了。然后我们如果想重新设置的话，可以把这个同锁解掉，解除掉也是同时按住加减键3秒钟就可以解除同锁了。然后现在就又可以进行其他的设置了，开关机了，就可以了。这是同锁功能，我把它锁上。然后就是安装、调试这些都基本完成了，然后我们就要检查一下，彻底的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水了啊！这所有的接头、水管都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水。我们就看一遍。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，可能有漏水的。我这个还好，我这个装了一点水都不漏啊，都不漏水。这个都就是之前搞的水。就是检测漏水，检测完了以后确定不漏水了之后呢，大家还有最后还有一步很重要的事情，就这个台面，这个边，这些边啊全部要打上玻璃胶，一定要打玻璃胶，不然这个水啊从这个边上流下去了以后，很可能就会流到那个，你看贴着墙的插座也是贴着墙的，可能会流到插座里面，引起短路啊，什么漏电之类的，所以一定要打胶，这个上面这个台面一定两边一定要打上玻璃胶啊。谢谢大家啊。